黄色还有蓝色相间的呢，叫做南瓜球。南瓜球，请喷火好吗？好，我没有 SP 哦，没有。The pilot is from Vietnam. Nia, say hello with your hands to everyone. 外星球，飞行员是阿力。太阳的形状。好，这也就是呢，这个现在我们夏天每天都会见到最热情的太阳。好，也代表呢我们台东还有我们台湾人的热情。这一颗球呢叫做 Lady Sun from France， 来自法国。The pilot is Nicholas。你是？坐这一个交通工具来到台东，然后呢要飞回台北的朋友，看到了这一颗呢长荣航空绿巨人球 ，Mr. Horn， 飞行员邱胜富，国贸局的这一颗台湾精品会展领航。是台东人的骄傲，它是呢台湾的第一颗球，也是台东的第一颗球。它的名字呢非常的简单，上面有看到很多关于台湾，特别是在台东这个美丽的地方的一些小故事。它就是台东球。在今天的晚上第四场的光雕音乐会现场，准备好了吗？ Are you ready? 3 seconds. 3